运动会开始前。啊，这个晓得啥个都是你的运动会了噻。体育员，给我项目的名单出来没有？就只有几个人报了名。唉，学习不行，运动不行。我看你们只有抢饭是第一名。来，先选跑步班上哪几人跑得快的先报名。咋个都不积极哦？正是展示你们特长的时候啊！这会儿老师经常看到你抢饭的时候跑了6块了嘛，你必须参加。老师，我也不是跑得很快，夏花跑得比我更快。啊，夏花也上去。还有没得主动点儿啊？咋个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得哦？那就从班干部一个一个的点。班长报一个。老师，前两天我的脚摔到了，对，这样子。好吧，来，激流员。老师，我要协助学校检查纪律。那体育员总要报个名吧？老师，我报的是男子组。不点了，来，全班起立。现在马上到下面的操场集合。又要咋子嘛他？人到齐没有？来，所有人，从那根线跑到那边，往返。既然都不积极，就只有跑了。看他跑得快了就报名。各几个位，预备。张老，跑起来，不要给我装。